蒜蓉粉丝开胃虾，这几天伙食啊太好了。嗯，嗯。完整的肉，用的呢是我们家4050大虾。贼好吃，我们家这个大虾现在正在搞活动，188两盒包邮，今天早上拿货，每箱涨了5块啊，朋友们。但是我这个价格我先不动啊，要是继续涨的话啊，就这个价格就卖不到了。嗯，太好吃了，根本就停不下来啊。有没有食欲？